其实购车是很少会介绍超过500万的车啊，但是今天呢，受原厂的邀请，我们还是来试驾一下，非常的兴奋。奥迪的 S8， 而且是 Plus 的版本。其实我们之前要试驾一次，但是那个时候要试驾的时候，前面的媒体把车撞了，所以我们没有试驾到一般的 S8。那今天试驾的是 S8 Plus， 当然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《玩命快递》里面那辆非常帅的奥迪，但是男主角身材非常好，我的话要减肥一下，要练一下身体。我跟大家讲它的售价800万整。这台车有两个选配的地方，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就是它的颜色消光银，这个颜色要加价了，30万台币啊，这个有点问题。第二个部分呢，21寸的轮圈，它原厂本来就是配21寸，但是它的形式改了，这个问题不大，25000块。我想你买800万的车呢，这些问题可能对你来说都不大，但是对我们这种一般市井小民来说，甚至你要看到它的机会，问题都还蛮大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试驾，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、非常有意思的一款车，就是奥迪 S8 Plus。我们来看它的车头造型以及它的车色。我想会买这类车型的人，当然30万的消光银的选配价格并不是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其实银色啊，我觉得消光好像应该要深一点的颜色来选配会比较好，浅色选配看起来不太像是消光。水箱护罩当然还是有家族性的特色，但是它的水箱护罩的设计呢，比较接近方形的方正的一个形状，不太像一般的奥迪车系呢，它的六角的水箱护罩的形状呢，角度呢是比较大一点的。头灯当然沿用了奥迪最高科技，你所想象得到的 LED， 不管是光条、LED 大灯、远近光、自动遮蔽，这些全部都是标准配备。不管是奥迪的 A8 或是 S8， 车头的造型看起来它的角度会比较垂直一点。第二个部分就是整个车头看起来会比较方正。接着我们来看它的车侧。首先，它的车身的尺码，车长的部分是5147，车宽的部分1949，车高的部分1458，它的轴距2994。你可以比较一下宾士的Maybach，你可以比较一下大七。其实以奥迪 S8 Plus 来说，它的尺码明显跟它的竞争对手比起来小了一号。轮圈的配置21寸，但是这个轮圈的形式改了，所以它要加价25000块来选配。它的轮胎尺寸前后是一样的。它轮圈尺寸27535R21，悬吊系统前独立的5连杆，后独立的梯形多连杆。另外在悬吊的部分有几个重点，第一个它有跑车化的气压悬吊，第二个有可程式的避震器阻尼设定，再来一个部分就是传动系统，它是搭配的 Quattro 4轮传动。另外4个门都有车门的感应钥匙，后视镜用一些雾银的材质，但车身的颜色不太一样了，上面有 LED 的方向灯，另外在天窗内建的太阳能板，它有一些回充的功能，可以供应汽车的包含的音响啊、冷气，包含的灯具的一些电量的使用。后方有一个很可爱，和它车身比例完全不一样的，就是后方有一个很可爱的鲨鱼鳍的天线。从车身的线条，在腰线附近有一个线条。除此之外，它整个车侧呢，其实看起来它的设计上的线条并没有很夸张，也没有像 RS6 Avant 有很夸张的轮毂。我觉得 S8 Plus 应该在外形设计上稍微要暴力一点，整个车头、车侧和车尾看起来稍微有点保守，只有在后尾门上方有一片很小的压尾，以及排气管是左右双出，总共4支的排气管，但是周围呢也没有太多。老刘一些空力套件的一些点缀，然后左边有个名牌 S8， 它并没有因为是 Plus 版本，旁边还有 S8 Plus 的名牌。尾灯的排列当然也是全 LED 的啊，这个和车头是一样的，这类超级旗舰啊，灯具如果有发现有一颗传统灯泡或是 HID 啊，大概就要被人家骂了。接着我们介绍它的动力心脏，这个当然就是它一个重点了。这具引擎和即将在台湾要上市的 RS6 Avant Performance 是同一具引擎，它的排气量，这是它另外一个优势啊。如果你很在意税金的话，它的竞争对手如果要达到像它的马力，包含 S63 呢，其实排气量都非常的高，但是它的排气量只有3993cc， 就是4.0V8，搭配了缸内直喷，搭配了涡轮增压，最大马力在6100到6800转可以创造605匹，扭力的表现71.4公斤米，1750转到6000转，搭配的变速箱是8速的手自排变速箱，副跑车控制程式，
悬吊系统、夸错了四轮传动。那这具引擎的数据大概就这样子。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些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。首先第一个，零到一百加速 3.8 秒，极速250公里，但是不要怀疑，它另外有一个动力套件，升级之后呢，极速可以达到305公里。那这台车还具备了主动式气缸管理系统。当今天你在高速公路循环或在市区驾驶，不需要用到这么大的动力的时候呢，它会自动的休止四缸，这样子的话可以创造出一公升跑10公里的能源效率。但是这台车在台湾并没有送车的数据，所以我们现在只有德国原厂的数据，而且必须要四缸休止才可以达到一公升跑10公里的最佳成绩。接着我们打开它的行李箱，它的行李箱一样，你钥匙只要带到身上呢，脚这样一踢，就有车门感应的装置了。那打开行李箱之后呢，它有几个小小的重点。第一个，行李箱的容积520公升，也就这样子而已。因为后面两张座椅有很多电动调整的马达，所以它并没有办法做椅背的倾倒。你行李箱容积就是这个520公升，但是平整性表现还不错。两侧避震器吃掉一点行李箱后半段的空间，但是最后面这个接近车尾的地方放高尔夫球具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首先我们来讲它后座第一个材质的部分啊，车顶棚麂皮的，门饰板上面看不到一片塑胶，包含了金属材质，包含了碳纤维的饰板，包含了真皮，包含了红色的车缝线，以及包含了车门把手都是真皮的，所以它的质感表现非常非常的棒。坐到车内呢，当然重点是左右这两张座椅，以及中间这位其实它也可以坐人，因为它有一组自动紧缩的安全带。但是我想后面坐三个人就浪费了，因为后面它这个扶手打开之后有一些控制的面板。我想它这个应该并不是最高规的，后面这边有一个很大面积的钢琴面板，烤漆会沾指纹的，这边应该也可以做一些选配的套件。当然这个面板可以控制有两个方向，第一个空调系统，因为它是四驱的恒温空调。第二个部分就是后面也有两个独立的通风椅和加热椅的功能。那两侧左右两侧有些不一样，因为毕竟坐在右后方通常都是老板，就是总裁啊，所以它有多一个按钮。这个按钮你只要按下去之后呢，它也控制前面这位副驾驶的乘坐椅的角度，让你后座的膝部空间可以表现更好。那在左边这边呢，它一样可以做独立的控制。如果你觉得这些控制很麻烦，其实它在门板旁边这边有一个记忆装置，以及它有类似我们飞机商务舱的一个快速的座椅设定。你要把它设定到最标准的坐姿，就是像我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先量一下它的空间，一个拳头四个指头而已，头部空间大概只剩下一个指头了。这个就像我刚刚所讲的，S8 什么都好，但是它的空间表现其实并没有它的竞争对手来得好。我相信未来的 A8 改款之后，可能在这个空间的部分呢，会做一些改进。那这个按钮另外一个就是商务舱啊，类似几乎已经没有办法全躺平，可是已经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坐姿哦。设定给大家看，很可惜这个按钮不能 one touch， 你要一直按的。好，这个就是它变成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坐姿。第一个，椅垫变得比较高了；第二个，椅背的角度呢变得比较倾斜一点。但是这个时候它的膝部空间，你看只剩下三个指头，头部空间反而表现就比较好了，可能也多也大概是三个指头。你这个时候安全带系好，其实它的坐姿是还蛮舒服的。冷气出风口的部分，除了传统的位置之外，在 B 柱上也有两个冷气出风口，以及下面有音响的单体，所以它全车有19具的音响喇叭。再来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，尤其后座买家很在意，就是它的开门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它的开口够，门槛的宽度也够，但是有个地方不够，这个高度。你在进出车门啊，除非你的体型比较小啊，其实我的体型啊，除了胖一点以外，其实还蛮标准的。但是你看我坐进车门的时候，我的头我要闪过这个啊，所以它这个高度是显得不够的。尤其你坐过大七、坐过 S Class 之后，你再坐 A8 或是 S8。它这个门槛的高度是稍微低了一点哦，所以未来我们的总统要进出车门的时候啊，随扈啊，这个手要赶快放上去，要不然等一下小英，我们的小英总统可能一下头都被撞到了。好，我们介绍的就是稍微
没什么特色的外观啊，接下来介绍内装。内装部分就非常多可以讲，首先先讲主被动安全啊，在被动安全的部分八具气囊啊，并没有膝部气囊。主动安全的部分，循迹系统基本的是标准配备，当然还多了很多啊。我们刚刚强调就是包含了车道偏移、跟车系统、自动刹停，全部都是标准配备。很难得这台车并不用选配、啊。首先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发动引擎，它有引擎启动钮，可以看到有三个东西就升起来，第一个萤幕，第二个两侧的高音单体。搭配的是知名音响的喇叭，而且喇叭数高达19颗，我给大家听一下它的音响效果。我先稍微设定一下，非常棒的音响。好了，上面这个 MMI 它有自动伸缩的功能，如果你觉得它碍眼的话，旁边这边有个按钮。内建的系统，第一个繁体中文，第二个卫星导航，还有手写面板，全部都是标配。在下方这边有一排的快捷键哦，上面这一排主要是控制冷气，以及左右各有独立的通风椅和电热椅。像现在温度32.5度，通风椅就非常好用了。然后下方这个除了手写板之外呢，还包含了几个快捷键，有电话啦、收音机啊、导航啊、车辆的设定啊，以及一些多媒体的一些设定，都可以在这边做控制。在 MMI 主机下方还有一排银色的按键呢。有停车熄火的开关，以及这个 MMI 萤幕收纳的开关、循迹系统的开关，最右边是后方电动遮阳帘的开关。变速箱搭配的是八速的手自排，它的变速箱拨杆哦，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的话，就是当你今天拨到 N 档的时候啊，你要拨到 D 档或 S 档，其实不用按旁边这个按钮就可以拨，可是你要拨回来的时候需要按这个按钮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，你拨回 R 档和 P 档啊，你轻轻一拨的时候是 R 档。稍微用力一点拨才是 P 档、所以这个稍微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。然后后面有电子手刹车、引擎启动钮以及 Auto Hold 的开关，两边有两个小小的杯架，然后在后面有一个扶手，这个扶手可以做前后的调整，还有高度的调整。仪表板是双圆式的，它并没有用到最新的一些虚拟驾驶舱的科技，它并没有用到。但是这个萤幕的设定呢，透过方向盘左边的按键可以做操作。繁体中文的显示，它大概有分为几项，第一个旅程电脑，第二个部分就车辆的一些警示，第三个部分就多媒体的选项了，包含了收音机以及蓝牙电话，最后一个是导航。方向盘三幅式的，上面的按键左边就控制中间这个资讯幕了，右边的话就音响，还有一些蓝牙电话接听的功能。然后三元式真皮的包覆，有红色的车缝线，后方有换挡拨片，大灯雨刷当然都有自动启闭。接待方向灯拨杆旁边这边有个按钮，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就是启动车道偏移，然后下面定速装置的开关按下去之后呢，它另外还可以做跟车距离的一个设定。两辆座椅是它另外一个重点，第一个有菱格纹的一个设计，然后它的电动的调整的范围非常的广，在前面这个旋钮你只要按下去之后，在中间这个 MMI 资讯幕它会显示，告诉你你要调整的范围有哪些，范围多到啊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适应。另外它还包含了按摩椅的功能，所以任何体型你都可以调整到你很棒的一个驾驶的坐姿。我们先来分享一下，就是他坐在前座驾驶者驾驭起来的那种感受啊。首先舒适的部分了，有按摩椅，我现在正在使用按摩椅。第二个有通风椅，胖子比较怕热啊，所以通风椅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配备。但是它有几个重点，第一个驾驶视野啊，它的坐垫的设定，就算你把它调到最低，其实还蛮高的。第二个部分就是车辆的动态模式，你整个驾驭的过程中啊，你可以透过 MMI 的旋钮去做切换啊。我们现在切换到舒适模式和运动化模式，其他还有自动模式和节能模式，我们就没有去体验了。主要是舒适和运动化这两个部分啊。因为有气压悬吊的关系，我们知道第一个它的车重接近2吨，当你今天在山路行驶的时候，其实因为车重和车长的关系，一些弯道就算你把速度降到很低，其实车辆都会有向弯道外侧甩的一个重心，这个时候呢，气压悬吊并不是关键，关键就是在车体的刚性。但是在一般的平路行驶的时候，你遇到坑洞这种比较长的车体刚性做得好的话，如果你的悬吊强度不够，会有二三次的余震。
这个二三次余震啊，因为气压悬吊的关系，所以它的余震被抑制掉了，大概只有一次。那舒适和运动化差异在于，就是舒适的这个气压的反应呢，会比较缓和一点，运动化的时候就是蹦一下，比较直接一点，差别只在这个。那我们知道，只要搭载气压悬吊的车都是天价。其实我是建议，如果未来你买车，你预算够的话，尽量去选择有气压悬吊的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多了一个避震器处理的套件。这样子的话，你整个你在面对一些比较烂的路面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去感受出有没有搭载气压悬吊的差异。方向盘的转向，不管任何一个模式，它的转向都非常的轻盈。最后一个就是引擎和变速箱。引擎和变速箱的搭配呢，因为毕竟它的马力输出搭配的八速变速箱，虽然是八速，可是我建议大家在试车的时候油门踩得轻一点啊。据奥迪说，我们是第二家还第三家试驾的媒体，也建议之后试驾的媒体不要看到以为是 S8 油门就永远都一败，永远都到底了。其实就算它有四轮传动，其实在山路行驶也好，高速公路行驶也好，不要说你啊，你也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驾驶在用路者。所以开车其实，我们在做试车工作，我们试的速限呢，大概就是大家使用的速限，市区就60，高速公路就100、110。你开到200，老实说，你可以感受到是什么？大概就是它的动力啊。可是其实对于你的整个试驾的过程心得也好，甚至你要写稿啊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。除非今天你在德国无限速，你当然可以尽情的去配到它250公里的限速的保护装置啊，甚至你加个套件变310公里。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啊，不会每个驾驶者都给你开到250，开到230，大家还是很规矩的。你就用你正常的速限去感受车辆给你的回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上高速公路来体验，就是第一个它的动态表现，再来一个就是它的跟车系统以及车道偏移系统。当今天你在方向灯拨杆旁边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呢，仪表板会显示一个车道偏移系统的符号。在到达一定速度之后呢，它就启动，启动之后变成绿色的，没有启动是黄色的啊。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体验看看它的车道偏移系统。假设我们现在刻意的把车体靠近车道的分隔线呢，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个辅助的装置，让你修正回车道。这个叫做车道维持系统啊。车道偏移系统通常不会帮你做辅助，它只会有一些声响而已。但是奥迪的这套系统其实和宾士很像，它会让你永远维持在一个车道上。接着就是它的跟车系统，总共有四段，可以跟前车保持四段的距离。你可以透过定速装置的拨杆，前面有一个加减的符号呢，做前后的切换呢。如果是在最近的这个距离呢，大概跟前车还是保持有一个还蛮长的距离。所以，因为在台湾啊，高速公路开车啊，你要是保持的距离过长呢，其实后面的车有时候会闪你大灯，甚至会按你喇叭。跟车系统，我是建议在车辆比较少的高速公路路况的时候再使用啊。如果你在比较拥挤的一些高速公路路况，我建议还是不要用跟车系统。啊，既然是 S8 Plus， 所以我们当然要坐在后座来体验一下。首先先讲一下座椅的设定，它后面也是有电动椅的，然后加上也是有通风椅，而且我们现在调整到就是它正常的坐姿，你可以透过旁边的按钮调整到比较舒适的一个坐姿。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其实，并不是后座的董事长，而是前座的驾驶者。如果他的驾驶的方式呢是比较激烈的，或是很突兀的，那其实你坐这样的比较躺一点的坐姿呢，是比较容易晕车的。像我就比较容易晕车，所以我还是调回来了。因为坐在后座呢，你不像驾驶者，驾驶者基本上晕车的几率很低，因为乘坐者呢，你不会去预期你下一个动作到底是转弯还是刹车还是加速。所以你是很被动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底盘的悬吊不好，就会产生一些不舒适感。那我们现在车辆的设定是舒适的，在舒适的移动过程中，遇到坑洞的处理非常的细腻。不过车身左右的摆动会比较大一点，也就是悬吊稍微偏软了一点。那我们现在把它弄到运动化模式，来看看运动化模式的表现。其实坐在驾驶座和坐在后座是一样的。整个后悬吊，当今天遇到像我们现在遇到那个伸缩缝它的弹跳呢，一次大概不到一秒一次。那如果是舒适的话，可能就超过一秒，因为它会稍微有一点晃。那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异。那在山路行驶的时候
车身左右的摆动还是都有，只是在运动化悬吊的时候呢，左右的晃动稍微轻微了一点。那舒适悬吊会稍微，你等于身体的晃动会稍微大一点，但是整个避震器的运作啊，不管是舒适或是运动化，两个设定的避震器运作，其实你都可以接受的。其实这台车算是它的竞争对手里面啊，最适合自驾的一台豪华旗舰房车，因为你可以享受它的动力，你可以做很多车辆的设定，加上坐在前座呢，你的整个驾驭起来的感觉，方向盘的转向啊，油门的踩踏啊，刹车的踩踏啊，都很灵敏、很直接、很运动化，而且非常的过瘾。这种车如果来坐在后面，你就会瞪着驾驶者说：“为什么是你在享受开车的感觉，而我在后面呢，只能任你摆布？”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和大七 S Class 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因为大七 S Class 坐在后面是很舒服的，但是我觉得 S8 Plus 自驾是最适合的。